嘿嘿嘿，哎，黄老师好，没事，你坐，累死了吧？还好，有没有暖宝宝？我暂时不用。怎么喉咙有点哑了？感觉？是的，有点。要不要再穿一会儿羽绒服？我还好哎，我真的，我上面穿特别厚，腿稍微有点冷，干一会儿，干一会儿是一会儿。对，我没穿秋裤，我不爱穿秋裤。好，老师好，早，深深。张老师，您不冷吗？有点。我也想说不冷吗？你有没有穿秋裤？我今天还把秋裤脱了。我是秋裤是秋衣，我就怕热，因为外套你还能脱，秋裤是不好脱。何老师，你好像带刺的玫瑰啊！画画的玫瑰，好像刺的玫瑰，画的玫瑰。嘿。哇，雪晴今天穿的跟程程是配套的，感觉是走秀的一个系列。哎，你瘦了是不是？啊，真的吗？啊，今天这身你特别适合全程站着，站着特别显瘦。我们现场还能再暖一点点吗？对，给暖宝宝，给暖宝宝。何老师需要？我不用，谢谢。何老师那么大个毛衣，你还问他需不需要？但是如果有个毯子可以盖腿，我是 OK 的。老寒腿。能拍得到吗？啊，那行。提一下年龄感就出来了，我腿上盖个大毯子。你里面其实可以穿个保暖内衣的。没事，这是有暖宝宝好多。何老师，我们要不要分？你要分这个毯子？我不用，你盖好。我们俩这样会不太像在家里。两个老年人看着电视。